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有小孩？其实你就是不信任我嘛。我是因为害怕失去你。其实我幻想过我们见面的样子。我是没有特别想要见你们啦。你还说不可能？你看人家都追过来了。这个男人还能要吗？我希望你要好好珍惜他，否则未来的事情谁知道呢？ Baby， 我真的很抱歉，希望能回到从前。那重要吗？